第三十题，下列哪一个离子的多寡可以代表水溶液的酸碱性？我们水溶液的酸碱性是用 pH 值来表示，pH 值就是氢离子的摩尔浓度。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哪一个离子的多寡可以代表水溶液酸碱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氢离子。根据我们上课所教的，我们也可以用氢氧根的浓度来代表酸碱性，不过我们习惯上是用氢离子的浓度。